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工厂风水经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今日咧继续要甲各位讲解工厂风水，阮的机器的安装。过去两三天咧，拢来甲各位讲解安装的位置对唔对？好，位置对，但是咧，咱爱注意的，就是讲咱安装机器。日月时嘛非常的重要。在二十年前咧，咱彰化要河尾啊，高速公路卡边咧有一间工厂的头家，因为朋友的姻缘介绍熟识。那么有一天咧。时间呢，我就去甲参观你的工厂，伊是机器的工厂。当打进门诶，甲看看咧呢，依照咱这个易经风水八卦的原理啊，我讲吴先生、吴老板，你这间工厂吼内神通外鬼，而且呢，你这间工厂多灾多难。黑工定定塌塌，吴先生呢，伊拢无讲啥。那么入去佫行呢，行到伊办公厅呢，伊家己办公厅已经呢，我吴先生，你办公厅开的门多啊侪位呢？侪向侪位呢？所开的门甲外门连起来，拄擦车，擦车呢，你即嘛会烦。这内神通外鬼的查拉车来偷摕物件，应该有哟。那我照那我算那无唔对者，这应该已经发生过啊，不止两届三届。那么吴先生就无个讲啥，我着过这边参观呢，行到伊个公司一个灶位啊，大灶位，我奇怪吴先生你这间公司的工厂呢？你这个呢？嘛是犯擦车、犯是非，多功减影。这个时阵吴先生伊只甲我讲，老师有啦。我已经从头地几啊届去啊，上严重呢，上锁摕入来公司，甲我这个金库收掉去，当时二十年前30万，收着去互偷摕去。咁啊！调查结果咧，内神通外鬼。那么甲今日知了咧，伊无怨叹，家己错误去啊。那么吴先生伊结缘真济十方善知识的风水大师，因为法门的无相像啊，所以对一件代志的看法，当然有无相像的见解。那么吴先生，我问我要安怎？我讲这爱改门，尤其咧，你这灶卡咧，甲你一口井，一口井咧，你揢唔到，你一口井咧，揢伫好平，你只要井伫好平咧，你这间工厂咧，好平咧，拄啊你个煞远，正煞远咧，所以咧，你这口井咧，互你公司百事袂顺。我都参观，看我托你讲诶，我咧托你讲有伊莫啊无伊去啊，叫吓啊！我为了托你讲莫我改去啊，我讲最后搁一改就好啦，卖莫啊！
好，你甲请去你身顶咧，啊，面顶佛祖的位就好啊。你工厂内底，你到处归经咧，拢是这个叫做机器。你若摆只机器，好嘛动，这嘛动，你四界归经工厂机器咧，四界有咧。那么你根本都托你讲无有者，灾神无有者。好，那么我来请面顶去。啊，黄先生老师啊，我吼，我的。托你讲有位刷啊无位啊，我无你甲挂念啊嘛，哈，你着今日无改着甲杀呢，杀你死，哈哈哈，大笑啊！哦，那我甲黄先生讲，你这个机器，哦，你机器大台机器嘛唔对位，你拢着好平的动，好平的变，两边较安静。哦，我甲黄先生讲，你上好嘞，你的机器嘞。啊，你嘛换位。啊，那么黄先生啊，啊人啊非常的慈悲，宽宏大量。啊，啊，伊就老师啊，无安尼，我门要安怎改，公司要安怎改？吼，即讲起来，我第一，你的大门啊免改，内门呢，你爱改就要收旺气。哈，啊，第二大门收旺气，第二呢？你的机器咧，原来伫好平，你嘛爱刷两平过，哈、哦！啊，过来第三咧，你迄口井，迄口井咧，你爱封掉。你讲哦，老师，迄口井要开张，不几十万呢？讲几十万，你公司几千万得得得了啊？你一支几十万的井，你封了有够多位呢？我你这边囤掉嘛？你甲莫打，原来伫好平咧，你莫甲拖对两平去，对两平咧去这条路。提抽水，莫打摔两边去，安就好啊。那么黄先生哦，安尼咪较紧，啊改改三改四改，啊教授讲改了以后咧，安定咧，啊就有趁钱，啊趁钱咧，啊那么过些几年以后咧，公司业务发展，袂歹。哦，那么伊只啊，有一天来我办公厅，老师啊，我咧讲，我公司大家手咧吼，拢一个月站一个两个困不哩死，那等入等等去，心足疼的，啊，师傅唔敢带，工人唔敢带，囡仔唔敢带，拢大家手站等去，唔知啥话哩，我都讲你讲，迄讲啊，坐唔对啊，走唔对啊，大门你含大门未通未下，你办公桌啊坐也嘛唔对，规个整个拢乱去啊嘛。我中了好多乱的嘛，乱的，咱的精神都失去控制了嘛。当然嘞，你安尼一定手沾着。好、哦，黄先生，当时我唔敢安尼讲，因为我后边员工后边，好、哦，我这里是民主问题，所以唔敢讲。可见呐，这风水的法则，所以黄先生啊，希望啊老师啊，看要安改，你也讲，我一定照改就对。好、哦，口对不讲啊，你也讲。那么我讲机器的问题，哈，所以机器爱超好着，一定不过咩啊，爱看日安那看法，安那摆法嘞，啊，等下甲各位解释。各位是方神地仙，好，那么黄先生啊，哈，伊就。我甲改善以后咧，哈，那么伊心情安定咧，师傅啊，吼，阿妈是安定咧，啊，业务开始有趁钱，趁钱咧，伊就买一台真大台的这个做模啊，吼，机器咧，当时在二十年前啊，哈，一台电脑四五百万是非常济的经费啊，好，那么黄先生啊，因为老师啊，我买一台机器，你改安尼去。我讲你这机器，大家要用，大家要用。那么最基本的原则，黑两边，黑两边啊，有一个好处，两动，你大家在动嘞，你会愈做愈发达，愈发达，愈发展。啊，那么啊，买一个新机器嘞，安装嘞，啊，看日好安装。啊，安装好嘞，啊，过些半年后嘞，搁下一台嘛是500万。那么黄先生啦，伊嘛是真欢喜的，就讲老师啊，谢谢你甲斗三讲了，我公司真稳定，
吼，逐项感觉加足顺势诶，我加去咧吼，迄、那个无做无我诶机加去咧，伊讲佫吓一台嘛500多万，吼，那么要安怎安怎啊？要安怎倒伊？我你嘛是住两平尔，哦，只能住两平东，因为你生产诶，生产爱伫两平，两是水，水是财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爱伫两平啊活动。愈动愈发，那么我就甲看一个日啦，看一个日好安怎？那么我看一日咧，啊，黄先生啊，伊原来乌瓜，啊，转去咧，伊就哎，这个日咧，这个时啊，啊，伊就呢唔敢用，无用，啊，无用咧，伊就家己家卡在那个老师啊。哈，即摆是吼，我是按说迄个机器个师傅袂付吼，啊，我较慢嘞，改机嘞，我好了无要紧啦，啊，那么过过些三四个月以后嘞，黄先生就过来啊，啊，就来哎，我办公厅，当时我要咧经营中兴测量公司，我咧要经营测量个事业嘞，啊，那么黄先生啊来嘞，目油目干，老师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我吼歹势啦，我当时吼、哦、这个日嘞吼，啊看的日啦，啊你我就是袂赴，我看你免假骗，我有只感觉吼、哦，啊你感觉这个日唔敢用，因为我选这个日啦，一般人你唔敢用，啊一般人会用的哪一日？吴老师你也知，伫我同事毕业好日。拢好日啦、啊，你一定选上好日去安家去啊！我但是你无考虑，考虑着方位方向。好，我问你哪一天，哪一日？好，那么伊咧选着哦，是某某日咧，伊咧伫东平安家去。好啊，选着自由跳日，自由跳。啊、哦，选择这煞日啊，三煞日、三煞时诶，哈、哦，就安尼按过去，按好以后咧，第二天试过去咧，就恶上人往往手就手个村入面，剪掉两只手，剪八仔，叫你去医，一手接不起来，手接不起来。过几天咧，啊，又搁换别个师傅咧，搁来啊，吼、哦，去要剪毛啊，去剪的是，又搁手起来村入面咧，又搁剪几下再掉啊。哦，开始去着惊，好、哦，才走来问我老师啊，这唔知是安怎，是咪无拜拜哦？我讲无拜拜也有关系，但是你的日唔对去啊。有老师你也知，我足简单的道理嘛，煞远不安家去嘛，煞远不挡土嘛。啊，黄先生咧，才甲讲这個问题啊，才甲你心内足艰苦，讲告诉人我无惊的是一世人艰苦。这种职业伤害的人是有够多，拢是在一时无注意，为何会伤人呢？这日时啊，你若唔对起的时啊，油离电，油离电，等于咱在修理机器，你插头爱油掉的，乱的电波，乱流的电波，乱的电波咧，你那无关电源，关掉你修理一定去电着嘛，等着人就戆去嘛，人就戆去就手就落嘛。这足浅的道理尔，这是电学的问题。因为地球在动，地球有磁场，那么在动的是太阳嘛有磁场，月亮嘛有磁场，其他星球嘛有磁场，磁场与磁场之间呢，就是磁引力、磁力线，啊，甲磁力线呢形成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就有个乱的电波啦，这个时阵占住这个时阵啦，咱人。一个小小的电阻了，咱人小小的电阻呢，那么你底下修理，创啥？你自然你就去伤着啊。这日历是有够多，有够多，讲讲未了，唔知偌济人食亏亏嘞。所以黄先生啊，家己煞迄个时阵呐，目屎倒一流来。老师，我安尼一世人，我上惭愧，就是这件代志。啊、哦，就是只冤家的代志。你敢问我老师，你的选法哪个那么搞法？我好日无一定好用，你的好人对我讲无一定是好人，
我的好人不一定是你的好人，我的好人达到我的目的，我请你拍手，我对我好人，但是对你是威胁。你请你拍手，对我是威胁，对你是好。这日神啊，就青，这个日神就是青体，只要青对你有益，都会使；对我有益，嘛会使；若是对我不利，对你有益，嘛是袂使。所以一个人啊，站在某人来用是好人，伊怕天下的人；啊，一个人站在某人呢，伊是你的死对头。所以日神的算法啦、啊，这功夫啊。哦，这真正注意。那么黄先生啊，伊讲老师啊，那无爱安怎？我讲机器关掉，刷走，重新看日看时，哈、哦，你才重新来安。那么我讲黄先生，即摆我刷乎你咧，你是毋应该袂变啊？伊讲我永远都袂变啊，你讲安怎我就安尼。啊、哦，因为了解到这个真理，了解到这个道理。啊、哦，所以黄先生啊，才欢欢喜喜、欢喜甘愿呐，才重新呢，佮看一个好日，佮来安这个机器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要安机器，佮修造、修建。同款起造起起建，同款的要领，这个妙法是无两项的，这不二法门。那么现在咱请大家，哈，咱大家来看这张图，哈，咱一间工厂，哈，也是一间厝，咱甲分为东西南北。好，那么这东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东南，咱一间厝咧，首先爱看日头对对出来，哈，日头东方日头出来，你就知道哦，这向东的，啊是向北的，向南的，向西。那么按过去啊，咱来这边咧，哈，咱对中央一间厝工厂的正中央去推，哈，推伫北方，反射北方的家，反射东方的家。那么不管啥啦，地球东西南北绝对是无变，哈。那么咱若是东边，东边也是这个所在，这拢属于东，哈。这拢属于东，东咧你记自日、幽日、抽日、自幽抽日时月嘛是同款，哈。这个上进去安过去啊。因为自由跳三刷刷当自由跳，或者金局金局金局，甲东方咧金克木刷当刷着的三刷三项元素合起来变成一个毒药，道理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三项药咧，三项元素合起来，独独立当兵兵，那么自由挑日，你袂使选择当兵来安装机器，哟、嗯，哈、哦，来也是得动工嘛袂使哩。那比如今年，哈、哦，猫年海猫咪咧煞西，今年猫年做都太水。太水，东方是太水，太水东头做有无灾必有祸，道理就是伫遮。哈，所以咱今年海豹咪煞西咧，咱来看这个图哈，西平面，哈，伫西方咧哈，咱咧这个忌海豹咪日时。月年，哈、哦，年咧，哈、哦，这拢是一海猫咪的三种元素，和三种元素咧，叫做三合木局，木局啊，煞西，煞伫西方，
有你的店在西平民，好乱流的店铺，今年几年趟面是西平，也是今年啦。啊，鸡毛年、兔年啊，咱那厝咧，坐西五档诶，加忧心，好啊，未困心的心，加忧心顺。西平民的呢，今年拢是三煞。好，三煞你若当落，必定有三层的代志。年三煞，歹运十二年以上，上少十二年。年三煞，月三煞呢？一年岁到春呢，月三煞。那像即摆已经二月啊，二月呢，农历二月，海包味煞西。西平你若较少去动土安家去，也是真紧。啊！是隔壁西平面的人咧起厝咧，你就爱注意啊！你厝内有囡仔咧，你就会足袂平安呢。一旦平安发生问题时啊，怎么办？就用盐甲米咧，隔壁涩涩咧，盐米盐甲米搅搅咧吼，慢慢涩涩，念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涩涩的三六九三更涩一届，安尼咧家内囡仔会较平安。那无咧，用二遍的清米粉，洗洗一遍皮咧，然后咧，请观世音菩萨做主咧，你穿啊香、柳香嘛好，啊滴个香嘛好，灰嘛好，睇咧，静静咧吼，你个静静休休咧，家内较平安，或者煞三煞煞西，所以呐，都啦，亥日、卯日、未日咧，这三日咧，你这条路西平面，你要按过去，你爱特别注意。嘿，因个三煞，煞咧咧，你一年来你工厂生产你就问题啊，吼，感觉足袂顺时。啊，咱过来看这图吼，北方，北方的寅、午、戌、日、时、年、月，哈，寅、午、戌、日、时、年、月咧。咱若伫北方内要安家去的是北平要安家去的吼，即落北平面上北平面的，咱即个因月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也是因时、午时、戌时、因日、午日、戌日的，即拢袂使咧安家去，安尼就三煞。好，那么西平面呢，在安家去的时啊，吼亥卯未日时啊，西平面呢。即拢唔通来按机器，啊！即个就唔通按机器，啊！即个咧吼唔通按机器，吼！即个自由跳唔通按机器，吼！这是非常的灵性，我印证有够济过啊！若是日无好食，一个月来，吼，拢未顺时，一个月来应验；时无好食，时三煞食，你即个叫做一天以来马上发生。但是发生了以后，你一年会衰，咱爱注意。过来呢，那个看图哈，南方，哈南方呢哈，那个自身主神日时月年，哈新主神煞南，新主神的水局，水局，哈水局煞南，哈所以咱呐南方的呢。好、哦，南平民呢，咱若要安家去啊，无论厝啥物啊，安家去啊，然后新主新年月日时啊，你要安家去爱真注意，年若无都劈的，月你嘛爱劈，日嘛爱劈，时嘛爱劈，咱劈的你，咱家内就继续平安顺时，事业嘛较顺时啊。好、哦，这个真理呢，大家拢去说服你，但是吃亏的人是有够多，希望各位啊，恁唔通吃着亏。好，今日咱的课程到这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